春天食艾叶对身体好有益，今日用它来做了千层糕， Q 弹清爽，仲有淡淡的艾草清香。这个千层糕配方仲可以用来做其他味道，记得收藏慢慢睇。艾叶尽量揀啲暖身啲嘅啦，唔好贪多啊，用50克就够噶啦，太多会苦。放啲小苏打啦，会保持脆绿。果蔬模式打成艾叶汁，过滤一下会更加细腻。要用到350克嘅艾草汁，好嘅材料系成功嘅一半啦。300克清水，一樽黄片糖煮溶，130克马蹄粉混合艾草汁，搅拌均匀，过滤一下。片糖煮溶之后关火，搅拌一下艾草浆，倒入一汤羹嘅粉浆落糖水度，快速搅拌均匀，变成呢种浓稠嘅蜂蜜状态就啱啦。一边倒一边搅，将煮好嘅熟浆倒入生浆入边搅拌均匀。最难嘅部分就已经搞掂噶啦，白浆嘅部分咧就好简单嘅，将所有嘅材料混合过筛一下就搞掂噶啦。每一层蒸2-3分钟，拎起身唔会流动咧，就可以放下一层。蒸之前记得搅拌一下，千祈唔好蒸太耐，太耐会起泡噶。一层绿浆，一层白浆，如此类推。第一层同埋最后一层最好系绿色，咁样会好睇啲。一定要彻底摊冻先好喐佢啊，切成自己中意嘅形状。学识咗仲可以拎出去摆摊添。